网络不稳。晚安。谢谢瑞龙的真情告白，网路不稳。晚安，晚安。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。晚安。晚安克里斯，晚安杨雄，晚安塞卢，晚安晚安，谢谢数据门，克里斯，晚安杨雄，晚安塞卢，晚安晚安，谢谢数据门口中的柑橘续费一个月，晚安，谢谢数据门口中的柑橘续费一个月，谢谢洛克的许愿烟火，哈喽小黑黑，哈喽吐司吐司，哈喽坤坤，跳得很可以哦，你说舞蹈那个 SSGR 的影片吗？哈喽，谢谢 Killer 的枫叶，晚安思涵，晚安吐司吐司，谢谢少爷的爱的烟火，哈喽佩勋，数学课本晚安，乖乖哈喽哈喽 Koishi， 哎，我的 YouTube 跑不出来。谢谢洛克的幸运蟹草，昨天影片很棒，忍不住看好几次，真的吗？你要多看几次啊，大家都要多看几次。谢谢史努比的健身卡，谢谢思源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可达鸭 ，Hello 瑞龙。键盘是不是有点吵？所以大家都有嘴角上嘛。谢谢 Clarice 的健身包，谢谢 Clarice 的健身包，青春洋溢。哇，有传真。我吹电扇，对啊，我吹电风扇。Hello 美金 ，Hello Jesse 九九 ，Hello 易凯 ，Hello 谢谢 L 的枫叶，谢谢幻影战士的健身卡，小红安安。谢谢小红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一凯，谢谢洛克送我一封信，谢谢数学课本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杨公公 ，Hello 双眼 ，Hello 这怎么念 ？J A S E， 终于没那么卡，对，度过了，谢谢杨公公的爱的烟火，感觉有洗头，有吗？有洗头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嘴角上扬，真的从头到尾嘴角上扬。谢谢 Jesse 九九的行李箱，晚安。头发有点蓬，我觉得我最近 ，Hello 廷瑞 ，Hello 土豆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中山区小贺。我觉得我最近自然卷大爆发，就是自然卷很夸张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离子烫期限已经过了，所以我的自然卷很夸张，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头发变太长了，我想要剪掉，会让人想一看再看。那你要一看再看啊，羚羊，大家要帮我们分享出去啊 ！Hello 企鹅 ，Hello 应城 ，Hello 小红 ，Hello 伊思，想跟你在一起 ，Hello 红，不得分开。晚安福福猫 ，Hello 博伟 ，Hello 雪糕，你大胸堂只剩三天了，那你要好好把握一下三天的大胸堂日。不是啊，不是通跟那个洗不洗头没什么关系了，因为就是自然卷它已经消，就是自然卷它已经就是跑出来了，就是我的自然卷，对，你看。我是一个天生自然卷的人，我没有卷头发，它就会变这样；我都没有卷头发，它就会自动卷成这样。对，跟那个贵宾狗一样，这是自然的哦，我都没有动它哦。
都是一样的哦。可是呢，我以前会烫离子烫，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很痛苦，就是因为夏天很容易很毛躁嘛，然后就是我夏天很容易就很 Q， 然后看起来很毛，然后很毛就会看起来好像就是头发很乱，没有整理这样子，所以我通常就会去把它用离子烫把它烫掉，就会变成很直、比较直的头发。对，对啊，我的也是会毛躁的那种，超麻烦的哎，超级麻烦，不喜欢。但是这个是天生的，没办法选。Hello 圆滚滚 ，Hello 人中吕布 ，Hello 威鲁晚安。我烫下来蛮持久的，我上次烫好像是一年前吗？一年前吧。晚安威鲁 ，Hello Fly。影片很可爱，谢谢勇哥 ，Hello 益生菌 ，Hello Funplay，Hello 微雨，谢谢奇威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小薰。疫情期间可以去烫吗？不行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想，我想把我的头发剪掉。反正呢，我也没办法出门嘛，我就是先把它剪短，剪短一点，剪到这里，然后反正你没办法出门，也不会有工作，只有直播而已，没关系。自己剪这样，剪到这里，剪短一点这样，不然他们好热哦，就是头发很长，好热。晚安月笑，影片超可爱，谢谢医生剧 ，Hello 苏云 ，Hello 库里斯，冠德拜托别剪，可是发质它已经变很糟糕嘞，很多分叉，它已经变成稻草。对 ，Hello 阿萧。Hello 北原神特晚安，越短越好。瑞喜欢短发吗 ？Hello 库里斯，但你们看那个，你们看我们的那个 cover， 不是我们的舞蹈翻跳影片，你们应该有发现我放飞的刘海吧 ？Hello Emo， 谢谢 Fly 的健身卡，我那个刘海放飞到一个夸张。Hello 林国 ，Hello 阿萧 ，Hello 志伟，黑加绒晚安，护发会有用吗？嗯，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护发大概一两个月有用，可是后面如果你没有再回去护，就没什么用。对，对啊，我们两个刘海都很放飞，不懂为什么。Hello 枕头，因为我们的头发，我们的刘海比较薄一点。对，哎，卡住了。卡住了 ，Hello 西恩，不要看我的刘海啦！风超大，那我觉得后来我们想说啊，就是那边应该，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遮蔽物，所以那边风很大，就蛮可以理解。Hello Snoopy，Hello 流浪到屏东 ，Hello 飞镖，但是。有些镜头真的是风大到很夸张，都被我们巧妙的避掉了。Hello Ben，Hello 阿正 ，Hello 塔比太郎，晚安。准备冲破怀中，我们是两颗沸腾的石头，冲穿过海波海的痛。Hello 小豆豆。太阳看起来很大，我跟你们说，太阳真的不大。有一种东西叫 ……Hello， 小豆豆。太阳看起来很大，我跟你们说，太阳真的不大。有一种东西叫做调色，我们有专业的调色师林雨欣。对，有一种东西叫做调色。Hello， 西西。Hello， 我绑发型哦，我那天绑了一个苹果头。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绑什么发型，然后我想说我要绑一些我没用过的、没有出现过的发型，然后想了很久，最后想说好，那就绑苹果头好了。我额头很好看是吗？我额头很好看吗？我其实没有，不太有这个自信啊。我觉得我还是要有刘海。Hello 阿鲁 ，Hello QQ， 我跟你们说，那天太阳真的看起来不大，但是。我们真的也是晒伤了，对，我们是晒伤了，就是
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可能是紫外线吧，就是我看起来没有太阳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回去会晒伤。今日も可愛いね。ありがとう。Hello 仔仔 ，Hello 君燕，谢谢杨公公的比心。谢谢冰鱼看舞蹈影片，有没有留言？谢谢 Jessie 九九的一封信。对，然后小晴那天，小晴我们拍到，因为我们拍算我们蛮早就开始去拍的，然后我们拍到下午的时候，小晴鼻头就红红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们，他就跟我说这是不是晒伤啊？”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晒伤，又没有太阳，我们都跟他说怎么可能，那个一定是你自己弄到还是什么的，不可能。结果呢，谢谢隔壁的爱的烟火。结果呢，我们回去隔天之后，每个人手臂都是红的，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天就是手臂超红吗？就是其实就是那一天拍。石原呢，石原也晒伤了，对对对，石原也晒伤，而且我们那时候晒伤还不能特还。还想说不要特别的讲，不然大家都讲说大家都想说我们去干嘛了，因为我们四个我们五个一起晒伤太奇怪了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跟大家说我晒伤，因为我怕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计划。嗯，谢谢冰鱼的看好你哦。而且我们那天拍摄真的是蛮早的，我真的是我们自己发自己通告发超早，发几点啊忘记了，八好像是七点还八点我忘记了，七点八点直接要到现场装法到，我们发了一个很早的通告，自己折磨自己。可是因为我们想说要去拍一些美人的，要在美人的时候拍，然后要天气好的时候拍，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很早的通告，早到我们真的是好累啊，就是。因为你们知道，如果你八点要到的话，你六七，你五六，六点好了，因为我们要妆发，我大概自己妆发，大概六点就要起来妆发，然后七点多一定要弄好出门，不然根本就不会。本来是你生日要唱片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听说应该是说林雨欣许下这个生日愿望的当下，她的理想应该是我生日的时候要上片吧。但是我们后来发现，我们真的瞧不出时间，就是。我们真的瞧很久瞧不出时间，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子，对，早一点好不就没那了。但是我们那天也是从早上拍到下午，我们也算是拍一整天。对，要付钱给摄影师吗？不用啊，付摄影师是哎，摄影师也是新手哎，摄影师没有，摄影师不用收钱，对，摄影师就是给他练练手感。对，我们有写上他的名字，感谢他的帮忙。对，我怎么这么多道具？厉害吧，我家厉害吧，我家随便都有很多道具。喝饮料也是同一天拍的吗？对，喝饮料是下午拍的，就是换衣服之后拍。对，对，是训练他互惠。哎，对对，我们互惠，我们互惠，他也要练习一下这种。翻跳影片的拍摄手法，对，我们是互惠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彼此都很熟了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什么就直接表达，然后觉得有什么想要的改的地方也是直接表达，然后就是充分沟通，所以就效果都还不错。嗯，卡住了吗？Hello Spin Kate。 不过那天真的拍的算我觉得拍的蛮累的，我觉得累是累在一个风太大了，那种很想呐喊风太大了，就是风你够咯，就是那种心累，其他都还好。对，其他哦还有早起很累，其他都还好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我本来准备道具有准备一个棒棒糖，就是我本来设定是小迪要拿棒棒糖，比较符合他的个性。然后结果那个谁，对，不是那个谁，就是我们先早上先拍跳舞的镜头嘛，下午才要拍那个个人镜头。结果后来下午我要去拿那个棒棒糖的时候，他已经碎掉，就是
可能太热了，然后因为我们东西又移来移去，然后它就已经碎掉，所以就不能用。幸好我有多准备，对对对。血压君晚安。对啊，我对这支影片的还有一个小要求，就是那个特写一定要好看。我们远景呢，刘海就不要管它，就是刘海就算了，远景刘海算，可是特写的镜头那个刘海什么，我们脸什么的，我们一定要 check 到好。帮忙还是要给谁？给小迪啊，因为小迪是比较像吃货的感觉吧。对，反正就是特写镜头一定要好，是漂亮。对 ，Hello 浩维，远景就不管他了啦，反正远远的大家也看不到。Hello 学明，我特写都最快一开，应该是因为我特写的刘海真的太糟糕了。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，就是因为我们跳舞的地方，就是其实我跟小晴可以少一点，因为我们刘海真的放飞的太夸张。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些地方可以补足嘛，就是后面那些补足嘛，就是后面那些补足嘛，就是后面那些面那些慢的，就是比较没有面那些慢的，就是比较没有在跳舞的那些镜头是可以补足这个点。对，但大家一起讨论特写，你说哪一个特写？后面你说后面的那几个吗？后面有道具的那几个算是我直接准备的，算是我在我家里找东西，然后我家里有什么，然后再去分配给大家。对，对对对，可是我都照着大家的心情，我对大家的认知去准备的。对，卡住了啦。道具，道具算是就是我帮大家准备了这些，然后大家去想，自己去想说自己要怎么拍。对 ，Hello， 安是不是卡住了？苹果猫 ，Hello， 我今天有水果，是柳冰。话说我本来打算就是边直播，然后因为我喜欢这样吃柳丁，边削这个柳丁。然后结果我妈就说不要，我不要那个，我怎么帮自己准备吹泡泡？因为我就想说我家刚好有那个是录 Hello 我是哥哥的时候，那个逛夜市老板送给我们的赠品，然后我就一直留着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家有吹泡泡的那个，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是那种可能很爱玩搞怪的人，感觉我吹就是玩那种吹泡泡很刚好蛮符合我的个性，对。然后小晴就是小晴喜欢拍照嘛，她不是有那个小晴的那个小晴 camera， 所以她可以拿相机。然后林雨欣本来是想说看她要苹果糖还是送花，然后小迪是棒棒糖，但是小迪棒棒糖就是碎掉了，所以她就不好意思，她只能拿苹果糖。对 ，Hello 后宽 ，Hello Rex。泡泡也留太久，对啊，我一直都收着，就想说有一天一定会用到它。对，等等开完你回来，拜拜博弈。对，吹泡泡很梦幻，只是后来我发现那个，我本来的想象是那个泡泡是源源不绝的，就是被我就是这样，然后源源不绝的吹出来很漂亮。最后我发现就是那个好像有点难欸，就是好像要买那种泡泡机才有办法制造出。源源不绝的泡泡，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吹的话，超级难的，你根本吹不太出来。然后我其实吹了，尝试了很多次，想要就是把它吹得好看一点，因为我们想说要转场带过去，所以我们要吹得好看一点。可是呢，我试了几次，发现都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吹出来。对，有办法后置多弄一点吗？哇，这个就有点可能太高级了，这个可能有点。无法我们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。对 ，Hello 青眼口太小，对啊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是小型的一个泡泡机，然后所以它，我觉得想要有好看的泡泡呢，还是要用泡泡机，对，还是要用泡泡机。Hello 西西只有推出几颗，对，现实就是这样，现实就是这么难过，对。有，我知道有那种很大只的，然后它这样咻的扫出去，有没有？
然后就会变出很大的泡泡。谢谢小梁的行李箱，谢谢 JC99 的掌声鼓励。起码要五个人一起吹哦，真的，你们都那么专业。谢谢志伟哥的枫叶，是谁剪的？小晴，对，小晴剪的，小晴剪的。嗯，我要播下一首歌，就足够你看很久，真的吗？那你要多看几次啊！谢谢 Sam 的许愿烟火，谢谢 Sam 的许愿烟火。是不是又卡住了 ？Hello， 郭罗056。在期盼。但是有些片段是融合，就是有一些就是玩乐的片段是小，但是有些片段是融合，就是有一些就是玩乐的片段是小迪剪的，就是他有他的想法，所以他剪。哎，怎么才不是我的肺活量不够哎？那真的就只能这样子。谢谢 Gilbert 的玫瑰，谢谢 Gilbert 玫瑰，谢谢 Sam。我是道具组，对啊，而且我不是道具组，我动用了我家的所有资源。Hello 小四 ，Hello 人好，我是出力组，对我就是其他事情我来搞定，啊你们负责那些，就是你们负责其他事。我们跟你一样的深远层，谁啊？我算是导演吗？嗯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导演吧？嗯，每个人都是。大家都参与其中，对对对，我出钱出力，对，我做我能做的所有事情，就是，拿我家所有资源，对，完美配合，谢谢郭罗的爱的烟火，谢谢郭罗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玉，陈董，对我出钱。什么请示啊？出门也没那么难，好不好？我出门只要约好时间，我就出门啦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之前就想说，其实要拍可以，就不要找那个太难的，我现在学不起来。哥哥有看成品吗？不知道哎，哥哥应该没空理我们。哎，哥哥做生意很忙。对 ，Hello 龙哥，我有很好约吗？我很好约，我蛮好约的吧。Hello， 谢谢库里斯的枫叶，我蛮好约啦、啊。你们有什么错觉吗？妹妹连便当也没有。我们有互惠了，我们有标记他名字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们帮他累积作品好不好？我学很久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拍摄的前一天才学。哎、欸，是前一天吗？前两天。拍摄的前两天，我们大家一起学，对，所以我们没有学很久，我们学一天而已，学两三个小时而已，对，因为他这个舞蹈里面，他这个舞蹈，他其实是蛮可爱型的那种，他不是属于那种很难的那一种，所以负责教，就是大家看影片啊，然后大家一起看怎么跳，然后大家一起讲怎么跳，对。对啊，算，其实是因为这支舞蹈，其实它真的不是走很困难的路线，它是走那个跳起来很可爱，然后给人很开心感觉的那种。所以，而且加上，因为我们不想要一直跳舞嘛，所以我们中间有，就是有改掉一些就是没有学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中间有把一些弄掉，因为我们有大概先想了一下。我们想要拍什么，就是我们那些画面要干，哪些画面要，哪些画拍什么，就是我们那些画面要干，哪些画面要，哪些画面不要，然后后面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就要，然后后面要怎么做，干哪些画面要，哪些画面不要，然后后面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就去选说我们要学哪一段的舞，所以就是还好。嗯。Hello 志宏 ，Hello 罗杰，是不是又卡住了？Hello， 福福吗？哦，今天的网络唔通哦。什么偷懒？什么偷懒？我们是计划好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有算好了，好不好 ？Hello Ice，Hello Oco，Hello Ice，Hello Oco。
想的人。我怎么不会动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动啊。哎，今天的网路。那我唱歌好了。今天的浪很糟糕，真的，今天的浪很糟糕。谢谢四雅好棒棒的封面。今天浪很糟糕，不是我家网路问题哦，大家不可以怪我家网路。哦，对啊，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直播，所以我能理解伺服器可能受不了。对，好吧，我唱歌。只愿守护有你给我的幸福，爱我。Hello Cannon， 谢谢洛克的 love。Hello Steven， 也许会笑着哭，但那人是你，所以不怕哭。Hello Frank， 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哦，你收到的名片是这首歌的歌词。以轩那里没卡，西西怎么跑去以轩那里了？西西跑去以轩那里看直播，喜欢谁的版本？两个版本都不同感觉，怎么说？一个是女生的视角，一个是男生的视角，那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续费。啊，谢谢泰坦的爱的火花，哎，是爱的火花吗？爱的烟火。谢谢圈片的滋补的守护灵，谢谢 Jesse 九九的掌声鼓励。这个宇宙浩瀚无边的尽头，每颗渺小星球全都热着你，爱我，全都热着你走，爱我。的爱的烟火，也许会笑着哭，但那人是你，所以不怕哭。那么多相遇，偏偏只和你，天造地设般产生奇迹。新的缝隙，我想除了你，我只有两天有化妆，没错，我只有两天有化妆，什么时候把分享器拿出来用？这个问题应该要问我妹。对，四 G 讯号都不太好。对啊，我家最近四 G 讯号也不太好。对，我在看 YT 啊，谢谢 Rico 的支持你哦。谢谢林果的亲亲娘，我今天眉毛画很多，有吗？我今天眉毛是乱画的，我最近眉毛都乱画，不是，我最近又找不到我的眉笔，我都用眼线笔画，所以我最近的眉毛都有点乱画，乱画，对不起大家 ，sorry， 最近眉毛品质没有好，谢谢吐司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吐司的真情告白。谢谢洛克真情告白，谢谢洛克真情告白，不会生疏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，每次很久没化妆，然后化了妆都会赞叹自己怎么长得那么好看。其实没有变，其实根本没有变，但是呢，你就会突然觉得哇，我怎么那么好看啊？就是因为你邋遢太久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看自己戴着眼镜素颜，然后那个头发超乱的样子，看了太久。突然间看到自己头发很整齐，然后妆很完美，你就觉得哇，自己怎么那么好看？谢谢 Chris 的看好你哦。哎，刚刚有人问我要总结我这礼拜在干嘛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昨天打扫房间，我昨天那个叫啥？等一下，我先播首歌。我昨天洗了电风扇。拖了地，清了一下家里房间的一些灰尘啊、垃圾，然后也清了房间的冷气。
昨天做很多事情好不好？谢谢慧慧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为什么打扫房间？因为我觉得，我好像躺在床上太久了，我需要找点事情来给自己做。于是呢，当下我就决定来打扫房间了。对，我懒得跟他拍影片，不是懒得跟他拍影片，是因为我就懒得露脸。但是我出声音，我很愿意。但是我就是露脸，就是我怕我长太丑。对，衣柜整理了吗？我最近衣柜还没有乱，我上次整理完之后。衣柜还没乱，对。然后最近最常过做的事就是滑手机嘛，可能看疫情啊，然后就会莫名的看到一些想买的东西，就会网购。最近就蛮常会想要网购，对。最近其实没干嘛啦，对。我打扫了多久？我大概打扫了一个下午吧，就是清了一些。垃圾啊，灰尘啊，整理了一些东西。对，我的小的无法代替。没有花很久，我买了局部睫毛夹，就是通常的睫毛夹它可能有这么长，然后局部睫毛夹它就只有这样，然后它就只要夹，它就是夹局部这边这样，就可以让你不容易翘的地方就翘起来。但是，化妆师会有的东西，然后化妆师常会用这个来帮我们夹睫毛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好像蛮需要的，因为我有些地方的睫毛也夹不太起来。我妈买了三姐，很棒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局部睫毛夹。对，我买了局部睫毛夹，还没来，期待它来。哎，不是我讲这么简单，你们也听不懂。你们我讲了超级简单的版本，你们这样也听不懂。听得懂吧？认自己坚定，跟睫毛膏有不同吗？有啊，睫毛膏是让你的睫毛变浓变密，但是你要让你的睫毛变翘，你要用的是睫毛夹。对，申姐还在购物车，要不要赶快下单呢？先推文，不然别人也听不懂。我要帮你们增长的知识，谢谢 Ben 的爱的烟火，西西本来就知道，西西 of course 你一定本来就知道啊，我不担心西西，谢谢 Ben 的爱的烟火。Dior 的才900，Dior 有出局部睫毛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什么？我不如买一盒2000拼图小镇。哎，不是，我最近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买拼图？哎，我其实是拼图快拼完了，现在目前只剩我妈妈的那一盒温泉的，可是她一直说要等到她要拼的时候才要拼，所以我最近其实拼图也快没了，但是我最近好像没什么喜欢的图，要找一下。妈妈还没啊，妈妈说她很忙没空，可能这个周末有机会。对，不盖房子，换买个旅馆。旅馆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拼图我比较擅长。对，我帮她拼不行，我帮她拼她会生气啊，她说她要自己拼。Hello， 陈恩，2000片，好，我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2000片的是不错的。要看图，因为我要选我喜欢的图。对，晚安。对，妈妈忙着煮饭，妈妈最近厨艺可能就是进步很快，最近每天都在煮饭。还是要挑图，对啊，拼图一定要挑图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没有兴趣的图片拼起来就没有干劲。对，是不是很多香菇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蛮多香菇跟木耳。我有去帮忙，我没有去帮忙。我是应该去帮忙一下，可是我很怕我帮到忙。对，心好痛，像没温度的气球，我的灵魂困在回忆中，动也不能动，爱上你。不需要理由，你到底懂不懂？可是怀念竟比失去还要更难受。Oh, I
没停不住滑落，可惜你永远都不会懂。哎，对，怎么都没有出汤姆猫跟杰利鼠的拼图？谢谢吉米州的枫叶，谢谢塔比太郎的枫叶。把成员做成拼图，哎，我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人喜欢拼拼图啊，出这个周边的话，感觉销量应该会不错。对，谢谢洛克的 love。我负责早餐，我不能玩。我自己的早餐，我最近都吃优格，优格配麦片。对，哎，我觉得温泉很难哎，因为温泉很多一样的地方。有很多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对于拼图来说很大的挑战。谢谢 Chris 的 Love， 这一组歌 Geek 开动一个月粉团，谢谢 Geek。 哎，怎么念？来，叶子爸爸，你怎么念 ？G A K， 谢谢 G A K 开动一个月粉丝团。你会考虑是不是？然后你会发现脸都很难拼，大家脸都长一样，只有我的最好拼，因为我是有痣的那一块，对，我是最好搞定的。唱到哪了？都看不透，爱上你不需要理由，你到底懂不懂？相信快乐才会一种快乐。没停不住滑落，可惜你永远都不回头。我可以跟那个周边出周边的部门的人提一下，说哎，要不要出拼图？但是他们肯定有他们专业的考量嘛，搞不好拼图的世界我们不太懂，搞不好拼图做一个模出来很贵，然后成本很高之类的，那这样可能就要卖很贵的钱。对啊，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谢谢智的琵琶悠悠，谢谢智的琵琶悠悠。哎，那如果今天我就说，哎，要不要出一个拼图的周边？然后真的出了，你们这些人全部都要给我买哦，不然等下销量不好，那个销售部再也不会听我的建议了，销售部再也不会把我的建议当建议了。我可是赌上了我自己的尊严，所以你们要给我买。OK， 你的大小酸痛交给我，我都按。对啊，你们会买吧？对啊，只是不知道会卖多少钱，因为拼图的世界我不太懂。对，拼图的世界是不是蛮复杂？就是要做一块拼图，是不是蛮复杂的？你们有人有概念吗？谢谢廷瑞的爱的烟火。你们有概念吗？扇子再犯哦，你们还想有人没买到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反映一下。对，100到300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那个东西是怎么样做。谢谢小佑的爱的烟火。所以呢，大家几百片的话能够接受，大概1000片吧，我觉得1000片是比较有一点难度，又有没太难的那一种。嗯，应该1000片。Hello， 塔尔哥 ，Hello， Jesse 九九，用磁砖做生命柱，一片也太重了吧？一拖拉苦没买到，好哟。他们可能没想到大家会想买吧。拼图手工做，对啊，拼图感觉要用机器，可是就蛮难的。先睡晚安，晚安智，工作加油！谢谢智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智的真情告白。会复框吗？复框我不知道，哇，这个水太深了，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小人劝我放弃，1001片，什么？傻眼。1000片肯定是全体成员的、啊，那当然，1000片已经是全体成员的，对，绝对不是单独成员。需要怀疑，我知道我可以一直
这样爱你。比较多的是选图跟配图哦，出小片的比较哦，真的、哦、出小片的比较多人会买，真的、啊。但我觉得1000片就算蛮少片的、啊，啊不然500片，500片。忘不了你慌张的表情，像舍不得消失的流星，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。笑着等着，我想你想得彻底，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，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，多少人劝我放弃，有时候我会很气回忆，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，还是一样的爱着你，等待的幸福并不需要怀疑，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、哦哦、回到过去、哦、是你牵着我保护我，是你一直爱着我。1000片买回来拼不出来，回购几率会降低。可是你们不会回购吧？如果图是一样的，你们怎么可能会回购？阿龙龙魂阿翔，先找字。阿龙土豆根不需要怀疑，我知道我可以。一直这样，个人的小片比较多人收藏。个人的小片，可是如果你要出个人的，然后很小片，那大概只能出个100片，是不是？100片吗？拼图有纸笔，拼图有纸笔也太酷！谢谢西西的抗寒你哦，一人顶多买2。对啊，拼图这种东西不太会重复购买。星期五孩子随便煮 ，Hello。哦，真的，对啊，是我自己喜欢1000片，好吧，那我们改一下好了，那就300片，300片 ，Hello Kiske Sato， 300片好了，好不好？300片，对啊，你们有送过纸笔笔，对，你们有做过这个创举 ，Mia B 江 ，Genki Genki ですよ ，Kiske さん Genki ですか？果然还是麻将。麻将你们会买吗？可是会打麻将的人不多吧？我觉得麻将的话，可能要出扑克牌之类的。那个上次生日会照片，我好像就有讲过，要不要做扑克牌？我忘记我们讲，好像有讲，就最后没有纳入考虑。对，麻将占空间，对呀、啊，麻将占空间。存在，我来不及。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。鬼牌要谁当？可能怡文老师吧。没有，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讨论。小人呐、啊，扑克牌我要选哪个？哈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我要选谁，我要选哪个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啊，就是那谁要当几号，就是很难。谢谢 Daisy 九九的看好你哦。关于谁要当几号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很难的难题。对。这个充气的终于起作用，一阵风吹来梦，却又白再难沟通，我终于懂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，当过 C 当 X 咯。那有四个，要有四个耶，对啊，谁当 S 比较伤心，所以这就是很难的地方。哈谁桑 Hello 哈谁桑，这是困难的地方，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要触碰这一块好了。
什么战斗怪兽牌？现在还有人在玩？什么是战斗怪兽牌？有游戏王卡之类的吗？我没有当过 C 啊，我没有当，我没有当过单曲的 C， 对不对？谢谢幻影战士的爱的烟火，空巴哇哈塞桑。那我要当青眼白龙。游戏王卡不是最厉害的那一张叫青眼白龙吗？以前最想要当的那个，最想要抽到的就是青眼白龙。对啊，谁要当梅花三？第一个出场。所以说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对 ，Hello Eric， Hello G A K E， 这就是一个很难很复杂的事情。我们还是不要碰触好了。对。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。我够不着，还微笑忍耐。攻击力最强，游戏王卡里面攻击力最强的是青眼白龙吗？最强的是吗？拼完采买型会有空窗期，下一盒还没运来，所以你要我先赶快去下单了。好，我等下去，我明天看看，明天有空，明天看看。TP 桌游那要出一个故事，要出一个世界观的，要有一点世界观，那要好好想一下。哦，天空龙那是谁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只知道青眼白龙。对，黑暗中沉睡，这是你的轮廓。黑暗大法师，哇，已经很复杂了，是不是已经有很多很强的卡？大家都说不准了。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之外的空白。黑暗大法哦，这些我都不知道哎。其实我小时候只有看过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刚好学生时期大家很流行收集那个卡，然后我就有大概收集了几张。那时候还有很多盗版的，就是那时候要拿到正版的，好像有点难。市面上好像有很多盗版。对，越聊越远。好，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异神龙，开心の一击。激激すごく良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、ハセさん。那个シェアください。日本でシェアください。哎，是这样讲吗？啊，随便啊，他一定听得懂。对。我用力展开双手。哦，正版等于日版啊？对啊。当时就很多盗版啊，我记得，对，他真的听得懂，他听得懂。谢我格里玛莎，谢我格大赛，他听得懂。Hello 小甜甜 ，Hello 林雅 ，Hello 杨雄 ，Hello 佳雅。哈塞桑是聪明的人，頭いい、いい、いいですの哈塞桑，所以他听得懂。对，我懂，他听得懂。我的声线有盗版的吗？我声血有盗版的、哦，怎么已经我声血现在有出盗版的？我声血怎么样才是盗版的？把人家他们哈，你竟然做这种事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人，是小时候哎，小时候算了啦，小时候做的事情可以被原谅，对对啊，声血怎么样是盗版？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没有字，那就不是我啦。字在右边，那是谁乱点的？没有字啊，不就我妹的？Hello Ricky， 啊，不就我妹的声写真 ？Hello 杨哥，晚安。頭良いです。哈瀬さんも頭良いです。哦 ，IG 输出哦，自己做，了解了解，原来还有这一个方法。Hello 船长，晚安船长，我唱一下歌。老外当时不懂盗版，
他还不知道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。对，爱过天空 ，Hello 明镜 ，Hello Ricky， 你分享我的感动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白云看海，留下我，到底唱到哪里了？哦，唱到这個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找我？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疲惫的声音不是我，不是你想看见的我。谢谢开心的风月。不会好吗？真也会好啊！谢谢富尔哥的捕梦王，谢谢富尔哥的比心。我今天的眼睛就是有点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有人发红包，谢谢瑞龙的红包，谢谢瑞龙的红包，耶！谢谢瑞龙的红包。今天眼睛莫名有点肿，可是呢，应该还好，因为我还有药水，所以我有在点药水。对啊，没事，睡太久，哎，有可能呢，因为我最近真的睡蛮久了，我最近真的是睡蛮久了，最近有点睡眠太充足了，但没事，因为我还有药膏跟药水，所以我都有在点，所以就没什么事，对啊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有点肿，谢谢瑞龙的啾啾鸟，谢谢瑞龙的啾啾鸟，一点点肿啦，其实还好。感觉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就是也不会说到痛啊。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。我每天都没有早，有好不好？我还是11点会起来，我11点会起来的。拼图拼完，对啊，拼拼图啊，然后看看新闻啊，看看手机啊，然后陪 Cookie 玩，打扫房间啊，这样。哎，睡太饱眼睛会肿是不是？我之前是睡太饱会不太舒服，就是睡太过了，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就会不太舒服。对，有发胖吗？我觉得没有哎。谢谢塔皮太郎续费一个月，谢谢塔皮太郎续费一个月。因为我，对，我超过中期了，晚起、哦。我今天刚好比较早起床，我今天刚好比平常还早一点起床。那个，我觉得我没有发胖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最近都吃妈妈煮的菜，然后呢，妈妈煮的菜感觉都就没有吃很多，就是妈妈抓的量很刚好，然后我也没有吃很多，然后就是妈妈煮的菜又比较健康嘛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发胖，就跟以前差不多，对，所以我应该是还好，对，我也没吃早餐。对，不会不好吃啊，对啊，不会不好吃。我最近都没吃早餐，对，不会太多油，对啊，不会。妈妈还好，妈妈蛮清淡。谢谢 Sam 的比心。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。哎，可我也算有动啦，应该没有体重压力。这个礼拜，这几个礼拜，这两个礼拜没有体重压力，对。你左眼的眼睛有睁眼，左眼是这眼吗？这眼吗？这眼有一点肿，这眼没有。对啊，这眼是正常眼睛，看起来是有睁眼吗？这眼没有肿，可能我今天有一点肿吧。对，谢谢流星麻将的健身卡，谢谢 Daisy99 的麦克风。对啊，
起床的第一餐就是早餐啊。体重涨幅第一，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会有体重涨幅哎。Hello H A U H A U， 怎么念？画画，呼呼。谢谢塔皮太阳的比心，谢谢流星麻将的健身卡。哎，我还没吃我的流星啦，忘记了，顾着跟你们聊天，跟大家推荐。我没有在睡，好不好？我十二点就起来了，每次十一点就已经起来了，对。因为一直睡觉又没吃东西，我反而没办法睡那么多。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我更厉害，更能睡。我算是十一点就会起来。Hello， 好熊，我跟大家推荐这个，我喜欢这样吃柳丁，觉得这样的柳丁很好吃。对。只剩爱像情侣一样，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，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，你说你现在很好，而且喜欢回忆很长。妈妈有没有睡到两点？对啊，可以午睡吗？不会。对，哎，你也是这样吃，太棒了。我觉得这样吃柳丁很过瘾，对。可是要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方哥，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是。对啊，先把皮拔掉，今天没有拔啦。可是这样子乱是很，橘子也是这样子，橘子不是这样子，橘子太大，橘子太大颗了，橘子怎么这样子啊？橘子很大颗哎，每次直播都有水果，对啊，健康人生。我先把它吃完好了，它太多汁了。柳丁有时候不酸啊，而且我很喜欢喝柳橙绿茶。嗯，柳丁要看，其实基本上甜的柳丁我很喜欢，我喜欢柳丁大于橘子，蛮喜欢柳丁的。嗯。喜欢哪个？柳橙绿茶。嗯，我喜欢吃单独的芭乐。嗯，喜欢吃的是柳丁绿茶。嗯。但是我也是蛮喜欢喝芭乐汁的，可是我没喝过芭乐绿茶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哪里有在卖芭乐绿茶。哇，喷汁了！柳橙绿很好喝啊，小区有的卖。哇，有卫生纸吗？等一下再擦。不要一百收。柳橙吧，我知道，就有些餐厅都会柳橙汁一半，芭乐汁一半，蛮好喝的。涂一下口红。不用收，不用收，我埋在那个松边第三棵树下面。谢谢幻影战士的 kiss 啾啾，你们直接去树下拿就好。失去的时间。
对，你们下次去玩。我不喜欢酸，对，我不喜欢酸。谢谢开心的任务。你们不及时的把它挖出来，就会长成柳橙树，就会变柳橙树。我竟然这个不，我都喝啊，看情形，不一定啊，对吧、啊？谢谢 Oco 的健身卡。而缘分的细腻，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。我多想找到你，轻碰你的脸。谢谢四雅好棒棒的爱的烟火。我双手放你的，我旅馆玩到80级，我现在玩到79级，但是我随时可以破关的状态。我就想说，等到他出新的，我再把那个第80关破掉。是，朱莉恩晚安，朱莉恩晚安，谢谢朱莉恩爱的烟火。我哪有每天都在玩？好了，我确实有每天都在玩，我确实每天都有玩。对 ，Hello 加蛋 ，Hello 杜舞。谢谢杜舞的蜘蛛鸟，谢谢杜舞的蜘蛛鸟，谢谢蜘蛛鸟。奢侈一个月更新哦，真的、哦，所以我下个月的时候再去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人缘好，像他们如一家人。对啊，他们人也很好啊，我们大家他们人都很好。对啊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进度3关，你今天才玩3关，太少了吧 ？Hello， 阿春，弹针这么快？没有，我就想说回想一下，哎，确实我好像也没在干嘛，好像也是的确我都在玩，我每天都有玩。对，Hello， 威卢，等一下，这歌太悲了，不要唱这个歌，嗯，太悲了。还在第一关？什么？还没下载？玩到忘记下载，太远。哎，我懂，我懂。当你正在忙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理外面在发生什么事。怎么办？这歌会不会很悲啊？你们想听什么歌？唱快乐一点的歌，这个好了。Hello 玉超 ，Hello 吕猫，你在家上班？对啊，你在家上班也是。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，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，谢谢 Sam。Snoopy 喜欢这首吗？无条件问你。谢谢 Ray 带我去流浪，谢谢 Ray 带我去流浪，谢谢 Ray。Hello X， 告白气球。Hello， 西恩。一路到夏天的尾声，无所谓那过于激动，我们有笑容，我们曾心动，不再是无动于衷。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，为你变坚强，相信你的眼神。不敢想不敢问，有一天坏的可能。无条件为你放弃的，哦，是上一首《人质》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唱给你听。不怕牺牲我的灵魂，如此沸腾，
爱的人，算很不错。哎，其实我也蛮喜欢人质的，我只想说人质好像有点悲伤。对，喜欢复杂还是习惯单纯啊，很久没唱堂歌了，很久堂歌了，等一下也可以来唱一下堂歌。你在我心中几分难以形容的责任，一路到夏天的尾声，无所谓的过于激动，不想懂得，可以啊，等我一下。曾心动，不再是无动于衷。无条件为你放纵明天的安阿拉斯加海湾，这是什么歌？这不是一个地方吗？不敢想，不敢。谁唱的？有一天坏的可能，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，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，我的灵魂如此纷争，为我爱的人。太阳，后宽想听太阳，可以啊。悲情歌。你的甜蜜，你的甜蜜我好像不太会唱哎。越爱就越深，永远不分我。慢冷，没听过，因为慢冷我其实不太会唱，我只会副歌。同问大胸膛，你们少在那边问大胸膛，什么年代了还在问大胸膛？你的，我已经忘记故事内容了。Hello 小易，蓝青也唱，是谁的歌啊？没有听过。条件为你放弃蛮多的旅程，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，我的灵魂如此沸腾，为我爱的。最好我有那么多新版。圣斗士哦，圣斗士萌，很萌新哦。Hello 默默，怎么可能？你们都没有听过故事，你们都会背了，你们不要那边假装，我都知道你们都会背了。大胸膛就是大的胸膛。什么是大胸膛？大胸膛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啊。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拜拜流星麻将。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跟你为这完整的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的说。哇，卡住了。深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风起。谢谢聪明的我来签到。Hello 风亮。开枪，让一切归零的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Hello 明晶 ，Hello 瑞龙 ，Mina 关了。忍者联盟，忍者联盟最短。忍者总是，忍者就是说忍者当久了就不想要再，就是隐姓埋名了。忍者想要露出他的大胸膛。请问漏电有来？自己去看。哦，对啊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蓝绿色。
谢谢博成的真情告白，我的爱的颜色，对，我最爱的颜色。你不觉得这颜色给人一种就是很温暖又有元气的感觉？对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看起来很和谐，就是和谐嘛，就是很柔和。对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，在这一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真的吗？吐司吐司，那我很开心哎、欸，那我很开心，谢谢国成的比心。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，你满意吗？我们都别说谎。甜不辣，甜不辣不是一个时代吧？甜不辣应该是一个梗。谢谢家居的比心，谢谢阿盖亚的真情告白，雅典娜，雅典娜。雅典娜就是很久以前想要当女神，所以想要成为雅典娜。对，谢谢 Hoing 的枫叶，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樱桃猫的乐福，谢谢数学课本真情告白。咦，哎，刚刚是说什么？不想懂得是不是？还有太阳是不是？还有那个什么阿拉斯加？可是西西的那首我真的不太会唱，起舞。起舞也不是一个时代，那是一个状态，那是一个状态，那是一个状态。谢谢努比的爱人烟火，谢谢博腾的比心，谢谢齐薇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齐薇的真情告白。Hello 阿哲，漏电也不是一个时代啊，漏电是一个史前时代，漏电是。陨石还没爆炸空，还存活在这个世界的那个时代。Hello Alex， 谢谢柠檬的爱的烟火。Hello Alex， 状态是怎样？就是状态。Hello 跳跳，一个状态，在村子里的状态，村民的状态。对。做的梦虽然远远的，想象是一种快乐。拥有了，同时也失去什么？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。你让我在无力承受，请开始曲折。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是谁惹谁，言不由衷，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。怕抱不紧什么，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谁说可爱才更深刻，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，互相照顾就是幸福的。晚安哲彦， Hello 微微里， Hello 两斤等级。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。Hello Emo， 虽然远远的，想象是。Hello 两斤柑橘 ，Hello 王子猫咪。今天麦克风是立可带，没有，是跟我同色系。君越是新版，君越是新版，逼近700,000点阅神作。史前时代，史前时代。Hello Mickey。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是谁惹谁，言不由衷，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，怕道不清什么。GAKE， 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怎么念，我再告诉你大胸膛的故事。GAKE， 彼此依赖。是爱不是负荷，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一秒
要求放弃全宇宙，记载只有我们紧靠的小星球。Gek 你好，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是谁惹谁，言不由衷，说谎伤害都是不安分的错。爸爸，什么要帮漏电充电费？为什么？多不懂得，谁说可爱才更深刻？彼此依赖是爱，不是负荷。能握的手就是 Hello， 堂客晚安，堂客晚安，早点拜拜。传奇的学生，喂，好伤害都是不安分的错。爸爸路不进什么我都不舍得，都不懂得，谁说的爱才更深刻？彼此依赖是爱，不是负荷，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。不是那个 Gek 你真的不知道大胸膛的来源吗？ Gek 谢谢数学课本真情告白。 Gek 大胸膛的来源就是那个，就是说就是说有一天我去嘉义出外景，然后呢这个外景需要比一个比赛，就是要讲一个土味情话。对，然后那去的那个外景地方是那个落雨松，就是很漂亮，很像偶像剧的场景。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土味情话，就是说就是那个那个 Gek 问你哦，就是你去饮料店喝饮料都喜欢喝无糖还是微糖？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再来球场一人一人来？庞克还想看到我是吗？庞克庞克有看那集异想天开吗？等一下 Gek 有在听吗？ Gek 我就像他们，你都喝无糖哦。那 Gek 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糖吗？那个 Gek Hello 蛋挞 Gek 你在吗？ Gek 你跳的真的很棒，哇！谢谢庞克，谢谢庞克给我肯定，被球迷肯定很开心。Gek 在吗 ？Gek 都要副歌了 ，Gek 我不理你了，我要唱副歌。所有梦想都哦，不知道哦，对 ，Gek 我最喜欢的是你的大胸膛。没有了，我说的是原本的版本是，我最喜欢的是你的胸膛。对，但是因为粉丝名只要三个字，所以呢我就加了一个大，因为什么事情只能大不能小，大胸膛，壮大我们大胸膛族群，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，所以我们叫做大胸膛。对，好，就是这样，以上就是故事的来源，谢谢。哎呦，烦恼怎么刚好那个副歌没了，多了，唐老哥都多了，谢谢 Chris 的掌声鼓励。哦、我要认真唱堂歌了，跟 Gek 介绍，这是我们的堂歌《隐形的胸膛》。谢谢奇威续费一个月，谢谢林果续费一个月。你们这些人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都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胸膛，带我飞，飞我希望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。谢谢庞克给我满分，苹果续费十二个月，什么？苹果续费十二个月？苹果续费十二个月，太厉害了！放长线哦，股票放长线了，苹果终于不玩波动了。终于要放长线了，是不是林果？哎呦，不玩当冲，林果不玩当冲了。
12个月套牢的，不是套牢好不好？后市看涨好不好？后市持续看涨，可是后涨一波好不好？波动波动，谢谢林果。好，怎样？下一首跟大家介绍堂哥二号。绵绵花花，剑牙缤纷乐。什么？谢谢大大的掌声鼓励，但谢谢大大掌声鼓励。林果太棒了，林果大股东，我真的要发下股东会奖品啊！股东会奖品，林果赞赞！林果，林果有出现吗？林果，林果有出现了吗？谢谢开心的抽抽你，谢谢开心的抽抽你，谢谢博弈的比心，谢谢博弈比心，林果赞了，林果。纪念品，股东会纪念品。最近我看新闻说，最近就是股东会刚好都要发纪念品。对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，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。安生，安生，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吗？带着我飞翔，越过那绝望，找希望。你的力量，这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。大股东林果，谢谢林果果。Hello 海豚，发一个红包，我发红包。等一下，我要发红包，我没有什么钱哎，我钱不够。什么小黑黑欣赏玩乐店？等到下次我发股东会纪念品，就发红包给大家。对，哦，有人发红包了。谢谢林果发红包，谢谢林果，天啊，去哪找那么棒的大股东？我还剩一个红包，大股东发红包了，谢谢林果，赞赞，谢谢林果。我要认真唱一下歌。想要掉一些泪，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。谢谢开心的红包，谢谢开心的红包。你们，我的股东们怎么都那么好啊？谢谢你们。这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。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心的胸膛，学着更坚强。我曾害怕，所以我懂得难免会沮丧的模样。我受过伤，所以更渴望美丽的飞翔。像一个保护着我的家，我们是彼此有心的胸膛，费尽了坚强。这是个翅膀，擦去那泪光。还记得梦想。今天是股东红包大会，谢谢！哇，好多红包哦！谢谢瑞龙，谢谢瑞龙发红包，谢谢瑞龙发红包，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樱桃猫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！刚刚是什么太阳对不对？刚刚的点歌太阳要去睡了，晚安，晚安。晚安修者，谢谢益生菌直谱的守护灵，谢谢益生菌直谱守护灵，谢谢 Rock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 Rock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齐威的爱的烟火。老板只有800块，怎么发？那个点太阳的是哪一首太阳啊？陈绮贞的太阳还是那一首太阳？想做你的太阳，你是哪一首？谢谢少爷的爱的烟火，谢谢少爷的爱的烟火。刚刚是谁点太阳啊？
那一首太阳，哪一首太阳？陈绮贞的太阳啊，那一首后面那首，想做你的太阳、啊。可是我想要找一个女版的，我找一个女版的唱。后宽对后宽点的想起来了 ，Hello 海风晚安。摩罕 ，Hello 摩罕，谢谢数学课本续费一个月，谢谢数学课本大胸膛。对于人生未来，总有太多迷惘。你总伪装自己不同，你总笑着逞强。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谢谢哈菲桑的吻手礼。你记着我。记着我声音，无畏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发光。谢谢阿德追踪25号，25号怎么了？25号，下个月25号，啊不，这个月还没25号。对于人生未来 ，Hello 一晨 ，Hello 一朵，迷惘。你总伪装自己不懂，你总笑着逞强。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。在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里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。谢谢罗豪续费啊！谢谢罗豪成为粉丝大会员，谢谢罗豪成为大胸膛。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，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，直接改一半，没关系啦。股票就是有涨有跌啊，对不对？股票就是有涨。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，我也要奋力为你发光。谢谢柔和的幸运细草 ，Hello 黑美景，等我27岁再加，可以啊，可以啦，大家只要就是有来看我直播就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罗豪幸运谢草。哎，刚还要点什么歌啊？我是不是都把刚刚点的歌唱？结衣结婚，你就只剩下哎，那时候我看到消息，我也是有吓到一下，想说哇塞，怎么会？真的，谢谢后宽的比心，你直接失恋，我也是有就是吓到一下，想说啊，真的还假的？就是那种
怎么说，戏里跑戏里，然后在戏外真的发生，觉得很神奇。而且因为杰伊本身没什么绯闻，对吧？就是他没什么绯闻啊，对。一对一人结婚也不是吧，就是大家都到了要结婚的，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些我们的女神们都到了那个，我没有失恋啊，我只是震惊。对，可能我们的女神都到了要结婚的年纪。对，可以不相信永恒，可以不再拥有。校花，校花是谁？谁是校花？我闪婚，我要怎么闪婚？眼皮那一个好明显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远远的心上快坠落，我是校花哦，我不是春花吗？哦，你说漏电哦，漏电那个吗？哎，漏电我是演校花吗？我已经忘记了，我不是春花吗？的眼中我倔强笑容。哦哦，那个校花哦，哦，我原来我当过好多角色哦，果然我是，对，我是校花哎，我是校花，我都忘记了，对，我是爱丽丝的校花呢，对，我是坐跑车，因为你们刚刚都在讲漏电，害我以为是漏电。你不相信花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，渺小的星火燃烧不再懂梦是什么。我不是思雅妈，思雅妈不是我，漏电是笑话吗？漏电好像也没有说是笑话，对，漏电好像没有说，对，可以不在乎拥有，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。风吹过，远远的心像快坠落，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，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。多想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，跟李毅闪婚，李爷，李老爷。终快要失去的花火，我要我救活命，终快要失去的阴影。入戏太深，对啊，而且他们还拍了两个，对吧？你爱心那边有个哭，你第一次录大胸膛，恭喜罗侯加入大胸膛，是啊嘛？我16岁就结婚，而且还五星啊，而且还怀孕了，我是啊嘛的人生很传奇耶。口罩胸巾吗？对啊，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脱下口罩，所有人都中箭，笑死！李老爷外面有人了，他儿子外面有人了，他都已经有外面有孩子了。JCT， 我要我想到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，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阴影，我要我为你找到奔跑的那一个我，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。渺小的星火燃烧过再多梦是什么？谢谢罗侯的一封信，谢谢罗侯送我一封信。下个礼拜也是待在家，还有什么计划？说真的，好像也没什么计划可以做，就是
直播整理房间，就这样。防疫，我在防疫。谢谢伯承的爱的烟火，谢谢伯承爱的烟火，谢谢幻影战士的健身卡。我在防疫啊，一切都是为了希望疫情早点过去。对，不洗头，其实我还是有洗头啊，我哪有没洗头？煮东西给家人吃，可是我怕妈妈想要煮给大家吃。我可以煮泡面，我自己煮泡面。对 ，Hello 龙修 ，Hello 北岩神推，我爱洗澡。哎，范小就是我爱洗澡，我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哎，我真的没听过我爱洗澡这首歌。Hello 逸晨，对啊，吃泡面会被妈妈骂。可是我们都会跟他说啊，你买泡面就是要吃啊。谢谢 Ben 的爱的烟火。这一集九九看完了，看完了什么？旅馆已经玩到他还没出新的啊，我在等那个旅馆出新的关卡。谢谢中影的爱的烟火。晚安天九九车车 ，Hello 澳门客，晚安古早古早味，去的地方，总有你满意的谎言将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天。裂缝中的阳光，哇，裂缝中的阳光，我好像也不太会唱。裂缝中的阳光，有没有别首？有没有别首？以前是国乐社的吗？对啊，我国小是国乐社。好热哦！加加酒，我会加加酒。啦啦都要爱，加加酒。阿拉斯加海湾，阿拉斯加海湾我没有听过。哦，慢冷，慢冷哦，哎，慢冷我会唱副歌。谢谢伯承的 love， 哎，刚刚有点一首什么？那个，刚谁点的那首我会唱，勇气。爱真的需要勇气。加加酒。海阔天空，海阔天空就只会那一句啊。好，西西给我连接，我来听听看。对，加加酒，加加酒我会啊，加加酒。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，不会不会。煎熬煎熬煎熬怎么唱？天高地厚。继续工作，工作煎熬，天竺鼠车车。哎，煎熬怎么唱？煎熬怎么唱？为什么我都想不起来啊？煎熬。我听副，我听一下就想起来了。煎熬怎么唱啊？煎熬，煎熬怎么唱啊？我听一下，煎熬怎么唱？心一跳，想起来，想起来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钟都。太高了，飞鸟拥抱后，手中只剩下羽毛。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不行，我都唱不出来了。思考，天平
天上，爱恨不在。我不看 MV 的 ，MV 有很多蟑螂，我知道。我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唱前面就好。还是关不掉这风浪，心一跳，爱真还是煎熬，每一秒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转台，太高了。加加酒是不是？这样不行，太伤，太伤了。如果我开嗓开，你要唱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绿光，绿光怎么唱？期待这一个奇迹，那就是希望，多么虚幻的际遇，穿越过你的梦境。Hello， 金明哲。泡沫，泡沫怎么唱？年轮说，你们怎么都点了很多我想唱的歌？但我现在，好，等一下我先唱这首。谢谢博森的掌声鼓励。等那种优雅，想哭的话就哭了，管谁的眼光，我有一点泪才美。家居晚安，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并无所谓，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。我们是真的爱吗？我想问我自己吗？要是是想假假，就想要假就有个假，那该有多好呀！愿望都会成真吗？打开沉浸模式吧。还不是半假假，就问你了，说放就放，像没事。谢谢 Ben 的爱的烟火，谢谢黑妹子的 love。陌生的城市呀，熟悉的角落里。晚安 Ben，Hello 唐海小弟，晚安唐海小弟。我怎么想，就那么想。懒得再假装，抱歉，不擅长模仿。你想要的那种优雅，想哭的话就哭了，管谁的眼光，我有一点泪才没回嘴。你认为的滋味，别吧，是无所谓。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。我们是真的爱吗？你想问你自己吗？要是想假假，就照剧本过下去呀，那会多快乐呀。结尾会有彩蛋吗？谁会抢着说实话？爱不是半假假，就讲好了要忘就忘，像大人一样。要是我掉眼泪，那是爱不是筹码，转过头不让你笑话。你想问你自己吗？
是想家家就找剧本过下去啊，那会多快乐啊，结尾会有彩蛋吗？谁会抢着说实话，都不是本家家就填好了愿望渴望像大人一样，都不是本家家就填好了愿望渴望像大人一样。谢谢博成掌声鼓励，月中影掌声鼓励，哲言，谢谢海豚的爱的烟火，谢谢安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树儿课本真情看白衣，谢谢 River 掌声鼓励，谢谢杰西舅舅掌声鼓励，谢谢幻影战士掌声鼓励，谢谢奇威掌声鼓励，年轮说谢谢博成 love， 谢谢洛克的 love， 谢谢龙叔 love， 谢谢杜武的 love， 谢谢宗影的 kitty 舅舅，谢谢初风的 love， 谢谢宗影 kitty 舅舅，谢谢阿 K 掌声鼓励，谢谢宗影的 kitty 舅舅，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。我还记得怎么做面包吗？ Of course， 废话，我可是个面包师傅。谢谢西瓜掌声鼓励，谢谢米粉汤的比心，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欧亚苏米亚比哈塞桑，欧亚苏米亚比，谢谢龙秋的玫瑰。回忆这把刀，切开我身体，研究我的风雨，这却是。那全是你开过心的开心。Hello Frank， 看成长的痕迹，包裹我生命。工作加油，不会忘啦，不会忘。计算着我，计算着你。过去的过去。Hello， 庞克。Hello， 吉米罗。特级面点师。婴儿哭啼，二十学游戏，三十青春无语，四十碰巧遇见你，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。再继续，是世纪末夜里，白石换了衣，前世挣扎梦醒，万事贴心离开你，经历这个你，活成这个我，细数自己，很有自信。对呀、啊、，Of course。还记得怎么做？好想赶快考哦，想赶快考完。烦闷的信号，通过的美丽。我很怕忘记那个手感，做面包的手感。对。想起了你，跨过的难过。听发出的警告，预警的眼底，人将燃烧思念，烧毁了我，烧毁了你，我到来的未来。对啊，我玩游戏很认真，我没有做什么都很有自信啊，没有，还好。二十学游戏，三十青春无语，四十碰巧遇见你，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，再继续，只是寂寞夜里，白石坏了，那我直接加荧光剂进去，苹果直接把荧光剂加进去。经历这个你，活成这个我，
结束自己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念排名啦？是不是应该要先念排名啊？塞 LED 进去，还可以自动控制开关，有没有 ？Hello 微雨，谢谢博成的枫叶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做面包哎、欸，庞克，我们一起做面包。太阳之手，手会发光。那我涂一点荧光剂，谢谢吐司吐司 kiss 啾啾。好、啊，先念个排名，等一下、哦、给我一个理由，忘记对不对？对啊，要算功课，有计算机。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，念排名。谢谢 Snoopy 的比心，谢谢吐司吐司真情告白，谢谢吐司吐司真情告白。好，念排名喽。20名是小亮，19名是夫妇猫，18名是吐司吐司，17名是富伟哥，16名是益生菌，15名是奇威，14名是 Curtis， 13名是钟宁，12名是博成，11名是数学课本，10名是勇哥，9名是 JC99， 8名是洛克，7名是林果果，6名是熊抱战士杜，5名是瑞龙，4名是 Sam， 3名是开心，谢谢开心。2名是瑞，谢谢瑞。1名是智，谢谢智。OK， 念完排名。屁啦，哪有很硬？那是因为他很晚才吃，然后那个我妈妈就是。重新烤过之后就一直放在烤箱里面，然后他很晚才吃，那当然会变硬啊。我们的面包是没有加什么防腐剂的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面包，那这样肯定会变硬的，不变硬才有鬼，对不对？气死了，懂不懂面包啊？他你觉得是妈妈烤焦又不是我烤焦，妈妈放烤箱烤焦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，有些爱越想焦虑却越更清晰，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。谢谢 Reva 的掌声鼓励。对呀、啊，懂不懂面包啊？对不对 ？Hello 柠檬 ，Pila， 去过的每个地方，总会听到心里的孩子。没有哎、欸，那谁的歌啊？当我回到一个人，下次见思涵。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，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，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问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辛苦了。初风梁文音，哦，好像有看过，哎，有看过，跑在旁边没有点进去听过。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，心有点苦，有啊，有听过。大场面是理论 ，YouTube 有影片，自己去看。谢谢 Sam 的比心，感谢那个做影片的人。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，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，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，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
礼拜是，我看一下下个礼拜是几点直播。24号跟27号 River 晚安。哎，刚才点了什么歌啊？我忘记了。嗯，刚才有什么歌啊？还有什么歌？勇气，勇气。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。好，最后一首歌搭配晚安，勇气。都是十点吗？是十点。勇气，都是十点吗？是十点。啊，我看一下哦，都是十点吗？是十点啊，都是十点吗？是十点啊，我看一下哦，谢谢 Jessie 九九的掌声鼓励。九点到十一点，想说早一点，对啊，就不用那么晚，对啊，就不用那么晚，九点到十一点。好啦，好吧，多看几次 SXKR 的，多看几次 SXKR 的新影片哦。然后明天是圣血灯预购最后一天，还没买的给我赶快去下单。机上广播还没买的。最好给我赶快下单，不然你就上不了飞机了。不要再逛免税店了 ，OK？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。OK， 下周见，晚安。罗喉买生血真的罗喉，晚安木木，晚安奇威，赞赞奇威，晚安洛克，洛克赞赞，谢谢欢迎再次掌声鼓励。你还没过海关，你又快一点哦！等一下海关不等人哦。晚安。只有你有机票，不是啊？你们要来找我拿，你们先下单了，我就会给你们机票。晚安杨雄，晚安炫，晚安一姐，晚安海豚，库里斯晚安，樱桃猫晚安 ，Gek 晚安。Gek 对于大胸糖故事有什么感想？都没有分享一下 Gek。演《寒战》《航战奇缘》，哎，《航战奇缘》很好看的，是我偶像演的，汤姆汉克演的，我喜欢，演的很好。《寒战奇缘》大家可以去看。豪雄晚安，果冻九号晚安，杨公公晚安，博川晚安，柠檬晚安 ，Martin 谢谢 Martin 生日卡 ，Martin 晚安 ，Akira 晚安 ，Oko 晚安，中影拜拜。大谢谢大剑的枫叶，波春晚安，志伟哥晚安，波春，中英晚安，初梦晚安，玉人晚安，开心晚安，俊颖晚安，瑞晚安，欢迎战士晚安，罗和晚安，七七八八晚安，中英晚安，波春晚安 ，Ricky 晚安，下礼拜见，博弈晚安，小黑晚安，黄宇晚安，后影晚安，金头猫晚安，大剑谢谢大剑枫叶，大剑晚安，土豆晚安 ，Frank 晚安，中英晚安，谢谢开心真情告别。该入坑了，耶、yeah, ！谢谢 Gek 大胸膛，快入股吧！好，入股了 ，Gek 很棒。坤坤晚安，伟人晚安 ，Frank 晚安，宗颖晚安，泽燕晚安，Andy 晚安，晚熊先生晚安，谢谢洛克的 Love 罗和，下礼拜见，坤坤拜拜 ，Oko 晚安，林阳晚安，谢谢坤坤晚安，谢谢洛克的 Love， 小黑晚安。四磊哥晚安，一姐拜拜，阿春晚安，博春晚安，燕哲晚安，小叶晚安，一美姐晚安，瑞晚安，福福猫晚安，哲言晚安，谢谢易先俊的 love 晚安，勇哥蛋挞晚安，西总晚安，柠檬晚安，爱真的需要，桃花哥晚安，我拿这里深水可以等级游戏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搞不好可以哦。还有谁 ？Elvis 晚安 ，Carlis 晚安，谢谢阳光的 Love， 同事同事晚安，抽一波加油，默默下礼拜见，梦分晚安，益生菌晚安，卫星一直晚安，屏东晚安，流浪到屏东晚安，加上拜拜 ，OK 晚安，一姐拜拜，一姐晚安，小红谢谢小红的 Love， 辛苦了塔瓦哥，小白兔晚安 ，OK 拜拜，飞镖晚安，博春晚安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
感受到大家的真心了。你的真心，你会抽到名牌，没错，我也觉得你会抽到名牌。好的，大家一定都会很有几率抽到名牌的。秋风拜拜，中影下周见，柠檬拜拜，晚安大家，七位下周见。晚安，金碧妆晚安，骷髅晚安，小红拜拜，波城拜拜 ，Eric 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明天乖乖待在家里，不要出门呢，好不好？注意身体健康。拜拜 ，Snoopy 拜拜，小亮拜拜 ，Frank 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待在家里，注意身体健康哦，拜拜，不出门。天天拜拜 ，Rex 拜拜，不出门，鲑鱼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